7月11日0时至24时，北京无新增报告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连续6天无新增病例报告。按照我市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报备的常态化防控下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区分级标准，经评估，丰台区、卢沟桥乡、大兴区、魏善庄镇、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连续14天内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由中风险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我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为丰台区、花乡地区，共有中风险地区9个，为丰台区、丰台街道、卢沟桥街道、马家铺街道、新城街道。大兴区北藏村镇、黄村镇、青云店镇、新辉街道、西空门镇。丰台区和大兴区其余街道将为低风险区。